我们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的情况，愿意向花莲县受灾民众开展灾后安置等提供相应的援助，也祝愿受灾同胞平安无恙，早日重建家园。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，历来呢患难与共，守望相助。 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面前，两岸同胞都会互施援手，携手攻克时艰。我们希望台湾有关方面不要进行政治操弄，不要阻挡两岸同胞的亲情相助。